大家好，我是佑哥，这一场是木家爵的实战解说。如果看完这部影片觉得还不错的话，记得在影片下方帮我点个大大的喜欢，大大的赞，也可以考虑订阅我的频道以及打开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影片更新的第一手消息咯。我们优先把兵线全部清完，到达两等，但是图伦他只有一等，一等是完全没有办法跟我们比拼的。虽然他是交出了所有位移，但是还是躲不过我的毒气爆发啊。我们这一场奥义是带了10个荒芜、5个精灵、5个血魔跟10个电巫。精灵跟电巫的用意是增加一点他的跑速跟他的攻击速度，因为木家爵可以用普通攻击来叠那个他的被动的层数，那层数就是毒气啦。那毒气对于木家爵来说的层数很重要，这攸关于大爵他的伤害的能力哦。就在这个时候，我们上路两名队友都跑来支援中路啦，都在蹲草哦。看到莫拉可是我们要蹲的，竟然是这只图伦。图伦应该是走过来想说我们人都不见了，想要来探一下草，没想到虽然他身上是有位移技能的，但是因为我们三个人的伤害呢足够直接把他秒杀，那让我们拿到第二个人头。那我刚刚在清兵线太认真，没有发现到右边队友正在杀那只锦，这一点有点可惜。那我们毒气真的很痛，你看那个赞尼尔被我们毒气弄到了三层，恨得这种气得牙痒痒的，因为太痛了。那算是一个持续的伤害，等到我们快四等的时候就可以来打一波咯。这边发现一只莫拉，那我们现在等级快要到达四等，还差一点点一点点哦，就是差一只小兵。那我看到队友好像都在魔龙那边哦，所以就在草里面。这时候图伦跑了过来，可是我等级刚好达到了四等，直接把图伦给 KO。那这图伦应该是一个大意，一个是不小心，还有一个要点就是他会认为说他是一线的法师，我就是那个中路法师的霸主，怎么可能打输这种烂角色木家爵？但我没想到木家爵在一开始清兵线能力就比我们的一线法师还要来得快，那他的持续伤害也比一线法师来得高，只是说因为他技能的特性，图伦他有位移技能，木家爵没有，所以在被抓的时候图伦还有逃生的机会，可是木家爵没有，所以这也是木家爵现在这个版本比较少人玩的原因。又看到图伦啊，图伦一直想要来进来这个草里面，但是呢他交出了位移直接逃跑哦。现在我们往下靠，看到一只锦，中路清个兵线，喂喂喂，怎么会这样，马上交出了瞬移，马上往后面撤退，但是这个吕布是直接冲脸的，虽然我们交出我们手上所有技能，但是还是死掉。可是我们死掉归死掉，我们还击杀了一只吕布，而且还从吕布手上拿到了双 buff， 所以我们现在有蓝 buff 又有红 buff， 有双 buff 的小手基本上是非常非常之狂啊，所以才会衍生出有小丑木家爵打野的这种情形发生。但小丑木家爵要打野的话，要比较发生在可能 CD 的排位场以下才会发生哦。这边图伦又来跟我互 K 啦，我现在血量是低于图伦的哦，可是我又利用一个大招化险为夷，一个扭转的逆转胜。其实木家爵要玩的话，其实相当不容易哦，因为木家爵他还是一个大好跟大坏的英雄。你在顺风的时候，他真的就是一直打不死的角色，因为他的二技能可以帮队友跟自己去补血。但是你在逆风的时候，会一直被抓。这边赞尼尔过来中路支援，这边往后面拉掉，因为看到莫拉要来刷大绝，在蹲草帮队友补个血量。我说过，二技能是可以帮队友跟自己补血量的，所以在有蓝 buff 之后，基本上木家爵是不会死亡的。又看到莫拉啦，所以这时候往左边撤退。你看这个莫拉一直想要刷我，因为他知道说我们是这一场的核心角色啊 ，MVP 就是我们，当然要来找我们喽。我们很快清掉了兵线，就可以发现到木家爵清兵线的这个速度真的很强哦。这边锦直接被秒杀，然后剩下我一个人，完蛋完蛋！这边对方是有三个人哦，啊，实在是没办法哦，因为毕竟我还是一个非常软的角色。下路这边应该是会被拿掉双杀的，有点可惜。那这边图伦残血，追不到。
那对方应该是会拿掉魔龙啊，那这一波让对方有点稍微打了回来，不过没有关系哦，越到后期我们木家爵越是强势。来看一下我们装备的部分，我会习惯出大法球，大法球可以增加冷却时间呢、啊，还有魔法攻击，甚至是血量，这些对于木家爵这么软的角色来说 ，CP 值非常的高。第二件装备我会选择魔方的鞋子，因为它增加了韧性，它可以减少被控制的时间，所以我认为是韧性鞋非常的重要。这边赞尼尔下了过来，因为我这边技能非常的凶悍哦，所以我们打的也比较凶了一点点。回头吃个补包，回头再上。第三件装备我会直上我们的皇冠，因为皇冠它的那个魔法攻击给的非常高，然后又额外增加 35% 的魔法攻击能力，这让我们在第三件装备的时候能确保我们一个大招可以让一个软皮角半条血瞬间不见的那种输出能力，所以我选择先上皇冠，再上我们的这个冰杖。自从穆拉冲了过来，我们血量瞬间被刷掉一半，战力也是空降了下来。我们往后面进行一个拉打，可以发现我们的大招非常的痛，直接把残血的穆拉直接毒死啊、哦！那这边利用队友的一个环术，再加上我的毒气喷发，再收掉一只战尼尔。对方也是有尝试想要来击杀我们，但是呢，哦，穆家爵他真的二技能可以补血，那大招开下去，穆家爵又会补血，就是会转换那个血量到于自己身上。所以穆家爵为什么这个版本这么少人玩，一定是因为他本身的位技能不够多，再加上穆家爵他是属于持续伤害的。 S6 这个版本大家都是玩瞬间高爆发的一个输出，一套伤害可以直接秒人的，但是穆家爵他做不到，所以也是导致说比较少人会去玩穆家爵。而且在真正 DC 小丑还没出来之前，我的穆家爵就是绰号就是叫做小丑哦，所以小丑他真的是个人认为是不错玩啦、啊、只是说他是真的是一个大好跟大坏的一个角色，就看你个人跟队友怎么去掌控他，怎么去操作他。那队友被追击啦、啊、我们先躲草一下，确定等对方的技能都放掉我们再出去，因为穆家爵还是很软的角色哦。一只战尼尔对我们来说不具有任何的一个威胁能力，那我刚刚大招想要去尾那个井，但是没尾到，差一点就让这战尼尔跑掉啊。那倒是最后还是让我们拿到一个大杀特杀，这边再去支援一下我们的沃马尔，感觉不太需要支援哦，我们一只沃马尔就足够去凶对方的图伦了。其实不是说图伦不会玩，只是说他的技能的特性的关系哦，因为图伦他就是比较适合在后排一直去挤他的被动，一直去电人，反而不是一直跟穆家爵在比这个持续伤害，因为前期中期那个对方的图伦就是一直在跟穆家爵比一个持续伤害，当然是比不过的啊、哦，因为那个图伦还是属于在后面不断的电，那到了他的装备出来之后，一套大招下去都很痛。看到一只战尼尔，我的大招是会留起来直接炸下去啦，这大招炸下去只要叠了50%，这伤害真的非常可观。这边就是找一个机会点咯，那我的二技能还是会优先去叠对方毒的层数，因为只要被我毒到就会被我的冰杖所缓速到，那利用空闲时间才用二技能去帮队友补血，因为队友一直跑来跑去跑来跑去，有时候你也是不好去帮队友补到这个血量哦。像现在就可以帮队友来补血，然后补一下队友每个人都加300多滴血，但是不要小看这300多滴，我每2秒就每3秒多就可以补一次300多滴，算是很补的一只角色啊。哇，这边这个主堡好恨我哎，出去又进来，这主堡就是要攻击我，可能是穆家爵实在是太邪恶了，这个仇恨值非常的高，那我们直接击杀掉主堡，拿到了胜利。那这场 MVP 是由我们拿到的、哦、那这一场就是穆家爵的实战解说，如果喜欢影片的话，不要忘记在影片下方帮我点个喜欢，点个赞，我是佑哥，我们下部影片见哦，拜拜。